稚嫩的脸蛋，加上精湛演技，知名童星王心毅原本前途看好，但长大后却加入帮派，逞凶斗狠。2016年7月21号，他和同伙拿着铝棒、西瓜刀追砍仇家，曲姓少年跌倒落单，成了被攻击目标。曲姓少年重伤送医，抢救176天还是不治。王心毅二审被重判17年后逃亡，遭到法院通缉。而在高检署发布的通缉照片中，王心毅已经不见童年时期的纯真。爸，我想要去读书。对照戏里想上学的乖巧模样，但现实中王心毅就读高中，因为经常翘课抽烟，被校方退学，更因此加入黑社会。不止王心毅走偏了路，他的亲哥哥同样也是帮派成员，组织诈骗集团，更涉嫌凌虐车手，遭到警方逮捕，一度遭到收押，但交保后也是逃亡，兄弟两人双双被通缉。三立陈俊、王家恒台北曾报道。